这干嘛呀？这干什么呢？让让让让让！干嘛呀？啊，你我们不是要试一下那个烘干机吗？拿个被子试一下。那也不是用搞个新的吧？你拿一个旧的衣服、娃娃、玩具，那不能提出来烘干机的功效，因为我们家长期是为了烘被子。啊。因为它。因为它是吧？哎。你干的好事。哎，跑了。这个我们已经买了两天了才送货啊，当时在买的时候我们那个销售他是说今天付钱第二天就送货啊，是销售手段吧，是吧，先把我们套进去再说。哇塞，里面它里面从上往下抽，不是这样抽的哦。没有常识。哦，这样我还试着怎么把它抽出来的，真的。包装还可以啊，上面又套了一层这种薄膜。我要是等我们家那个卫生间之前看到了这个烘干机，我就买两个摞起来了。是啊，一般别人不都是下面洗衣机，上面是烘干机这样的。不是的，我当时看了那个就是视频里面的效果图，别人太高了，我们家挡光了，所以我就没有这样想。哇，哎呦，还是有点重，一二，没有。你能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哎呀！哎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忙不行啊，你在这举着，你就把这个踢一下不行啊？嘿，踢一下，拿走，拿走。哎呀，哎，拉了，快点！哎，就这样，就这样了。没有排水吧？那个排水，你看有没有什么排水管？没有啊，这后面就是一个这个电源。这不那个黑的是啥？那个黑的。这灰黑的是水面的水蒸，水往这里面的，往这里面流啊。那应该有接口吧？这接好了，然后这边不是可以拉过来的吗？它这没说明书吗？打开在里面说明书。这样子，它水应该从这里出来吧？对啊。衣服拿出来，然后把水倒掉。这是干嘛的？这是放衣服的，把衣服放进去。啊？放衣服的。说明书有没有中文的？这估计是都是英文吧。哎，上面是中文的，这哪是进口的啊？你听他人家装供，都是中文，装供中国。那，这个家伙又来了，把它关在里面。哎，我害怕的。这是就是被害的。以后可不可以轰猫？出来。快出来，快出来！别捣乱，快出来哟！哦，对了，我还卖了一个，那个是留言说的，说海外都用这个东西呢，你听说过没有？没有。Benz 说是一个干燥剂，去什么静电的呀，然后还蛮香的，你闻一下。不行。啊？这个味道太浓了。我觉得蛮好闻的，挺好的呀。
洗的时候放一点啊。对，这干嘛呀？这干什么呢？让让让让让！呦呦呦呦呦呦呦！哈哈哈哈哈！装好了，就放在这个门后面。这个好像大了一点，我们之前这个凸出来一些，只能这样了。这个已经是这边洗完了，直接就往这里面丢，多好，是吧？对，哎，洗完了来，这个试一下，这开心了啊，这个、不用见太阳多好。是啊，我可以肆无忌惮的洗了。这一个小时45分钟，啊，这么久吗？是不是？是要这么久。然后现在呢？然后就按开始吗？开始。哇！哇，里面还有灯。嗯。这还是转的呢，这种。是啊。声音有点大呀、啊。不要紧，那都不是问题。哎，现在又熄了，里面的灯。哎，刚才那个东西没丢进去。哪个？那个刚停下来。停一下，啊、停下。这停。这可以停啊，随时可以停、嗯。把那个丢进去。太香。我觉得香的挺好闻的呀，那个味道。我觉得挺好闻的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你闻一下，好不好闻？好闻吗？嗔之以鼻，不好闻。啊、可以，先试一下。你怎么老是这么顽固啊？你们这些人。不是这个，不是我顽固。新鲜东西，别人用的都蛮好，就你们。是因为香味不好闻。就你们事多。这不是，你看你这态度就是。你很期待不？是的，我一直蠢蠢欲动，好不好？从去年抢到今年。给大家再听一下这个声音啊，看大家能不能接受得了。我觉得可能是衣服厚了才会这个样子。9公斤啊，这被子难道超过9公斤了吗？没有啊，不会。当时销售跟我们说是声音非常的安静，对吧？不会，任何机器声音都大，何况是德系的产品。你是不是对德系有偏见呢、啊？那意思是说，德系不是费电就是费油就是费什么的，费水。现在就是声音大也是德系的标配。反正有人说我崇洋媚外啊，他是典型不崇洋媚外的。没有，我没有说那个，我只是说这个德系跟日本东西不一样，日本东西还做的精细一点。哦，哎，它这个是水凝管，就是要是有下水道的话就接这个管子，没有的话就是刚才直接旁边有一个那种抽拉抽屉的吧，就是还蛮好的，两用，收藏着。啊，没丢进去。养个猫麻烦喽，这是个养的一个爹呀、啊。它不可爱吗？可爱的时候不招人喜欢吗？哎，是。终于洗完了。看一下现在时间，已经12点了，等着都想睡觉了。洗完了。好热，温度好高啊。是啊，我在这里面待着就觉得这里面特别热。哇，好热，吉祥也很热。它这个地方特别的烫，特别烫。嗯。别人有人说装一个那个排气管，觉得别人还说有道理的。这有点脱色，这个啊，干了，好干啊，可以直接用。什么样子？这哎呦，好哇，好烫啊！它是热烘的吗？嗯，这个纸就是一次用的吧？哦，好烫，可以直接用啊。看一下皱不皱？有点皱，就本身这个棉的嘛。可以。对，是干了，完全干了啊。嗯，对，完全干了，这就不怕那个。2个小时，还可以哈。对啊，不怕猫做坏事了。哎，你看一下那个里面那个絮，这个絮到底有多少？没有，这个应该没有多少。然后还有这个水，我们看一下，它洗完这个之后，它到底有多少水？有
喜事出来。哎呦，还是有不少嘞。这个要清洗吧？对，不用，就这个可以清洗。有水吗？有水。多不多？哇，还是不少啊。哎，我看一下。哟，这里面好荡漾。哇，好东西。这么多水的？那肯定的。我还是不准备把这个干衣机放在卫生间里面啊，它还是觉得特别的吵吧，噪音非常的大，因为它不像洗衣机在甩干的时候那么一段时间非常短，那时间就会有非常大的噪音，但是这个几乎上我感觉它显示的1小时45分钟吧还是蛮准的，但是在1小时45分钟它那个噪音就持续的有那个噪音，而且我们像这种卫生间离房间什么都特别近，我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啊。你觉得放在那个卫生间里面不太好吧？嗯，别人一般都放卫生间，但是我们家这个可以考虑放其他的位置。唯一的缺点啊，就是热，还有声音太小。对，是的。总体来说还是可以啊，起码提高了一下生活品质，随时可以洗的就可以那个。关键是可以拯救我们家猫做的坏事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了，以后有什么再跟大家分享。拜拜拜拜拜拜。